说语音一下。Recording in progress. Progress. 好，我们需要重新开始一下。来，我们从头开始一下啊！今天大声朗读的第一首叫做《郁金香》。郁金香，红酒杯。红酒杯，黄酒杯，黄酒杯，郁金香是彩色杯，郁金香是彩色杯，小蝴蝶，小蝴蝶，小蜜蜂，小蜜蜂，向着酒杯飞飞飞。向着酒杯飞飞飞，又喝水又喝酒，又喝酒又喝水又喝水，蝴蝶蜜蜂全喝醉，蝴蝶蜜蜂全喝醉。非常棒，小朋友们都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首。下一首我们还是读一首小诗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唱的是山歌》。唱的是山歌，非常好。小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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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唱什么歌？你唱什么歌？我从山里来，我从山里来。唱的是山歌，唱的是山歌。小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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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唱什么歌？你唱什么歌？我到海里去，我到海里去，唱支海的歌，唱支海的歌。非常棒，我们今天新加入的小朋友跟读的特别好啊。好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读一首东晋陶渊明大诗人写的这个诗，因为这首诗很长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它的节选，名字叫做《归园田居》。归园田居，东晋陶渊明。冬雨讨厌明，暖暖远人村，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，依依墟里烟，狗吠深巷中，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，鸡鸣相处掉。非常好，这首诗其实有一点难度啊，但是大家跟的都非常的好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来读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小诗人江二曼，12岁的小诗人，他已经写了很多的诗。嗯， Apollo 认识这个字。这首诗的名字叫做粥。粥，我也知道。对，就是我们喝的粥。来，我喝小米粥，我喝小米粥，每次都会打一大勺，每次都会打一大勺，因为小米豆一粒一粒的，因为小米豆一粒一粒的，像一个大家庭，像一个家庭，我不希望他们分开，我不希望他们分开。非常棒，小朋友们读得非常棒。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江二曼小朋友的另外一首诗，这首诗的名字叫做《尴尬》。尴尬，在图书馆，在图书馆。挑了一摞书，挑了一摞书，生活小窍门，生活小窍门，家居收纳，
家居收纳。还有些做菜做饭。还有一些做菜做饭。做甜点的。做甜点的。走在路上。走在路上。突然觉得好尴尬。突然觉得好尴尬。自己像个小媳妇一样。自己像一个小媳妇一样。很贤惠的那种。很贤惠的那种。嗯，非常棒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首。下一首我们来读摇篮歌的第四部，叫做摇篮歌。摇篮歌四，对，它的作者是朱香。朱香，朱香，不怕它北风树枝上鸣，不怕它朱香雪上饼。我们再来一句啊，不怕它北风树枝上鸣，不怕它北风树枝上鸣。放下窗子来，放下窗子来，关起房门，关起房门。不怕它结冰，不怕它结冰。十分寒冷，十分寒冷。炭火生在那，炭火生在那。白铜的盆，白铜的盆。睡呀宝宝，睡呀宝宝。挨着炭火的温，挨着炭火的温。对，那我可以刻那个票吧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读一首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的诗。白居易是唐朝的大诗人，他的名字叫做《微雨夜行》。微雨夜行。唐·白居易。唐·白居易。默默秋云起，默默秋云起。稍稍夜寒声，稍稍夜寒声。但觉衣上湿，但觉衣上湿。五点亦无声，五点无音声。非常的棒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首。下一首也是一个唐朝的诗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贾岛。贾岛写了这首诗《绝句》。绝句，唐·贾岛。唐·贾岛。海底有明月，海底有明月。源于天上轮，源于天上轮。得之一寸光，得之一寸光。不是这个。可买千里春，可买千里春。非常棒。选了这个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再读一首清波写的现代诗，名字叫做捏泥巴。捏泥巴。哪个小朋友在家捏过泥巴呀？我捏过。先捏一只鸡，先捏一只鸡。再捏一只鸭，再捏一只鸭。捏只山羊咩咩叫，捏只山羊咩咩叫。捏只母鸡咕咕哒，捏只母鸡咕咕哒。捏只小猴蹦蹦跳，捏只小猴蹦蹦跳。捏只青蛙呱呱呱，捏只青蛙呱呱呱。捏个小孩就是我，
接个小孩就有。快快乐乐是一家，快快乐乐是一家。非常好，我听到 Catherine 和 Kaiser 新的朋友都读得非常好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再读下面的一首，叫做露珠。露珠，露珠，这是一个日本的诗人写的，叫做金子美玲。金子美玲，对，日本的诗，日本人的名字有四个字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们读露珠这首诗，谁都不要告诉，谁都不要告诉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清晨，清晨，庭院的角落里，庭院的角落里，花儿，花儿，悄悄掉眼泪的事，悄悄掉眼泪的事。好，我们再读露珠的下半部分。刚才说到他悄悄掉眼泪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要掉眼泪呢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露珠下，万一这事，万一这事说出去了，说出去了，传到蜜蜂的耳朵里，蜜蜂的耳朵里，他会想做了亏心事一样，做了亏心事一样。飞回去，还蜂蜜吧，还蜂蜜吧。对啦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再读一首诗，叫做刺猬。刺猬，刺猬。小朋友们都知道刺猬是一个黑虫啊，叫黑虫。妈妈，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教室？不要说话，我们继续读书。这首诗呢，是中国台湾的诗人林良写的《刺猬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可爱的刺猬，可爱的刺猬，你身上有那么多，你身上有那么多扎人的刺，扎人的刺，叫我怎么抱你呢？叫我怎么抱你呀？对呀，他身上的刺太多了。怎么抱他呢？好啦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，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啊？我们今天一共和13个小朋友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兴奋，大家觉得呢？阿波罗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好 good。阿波罗觉得他好 good。那 Catherine 和 Kaiser 呢？你们今天和13个小朋友一起大声朗读，你们觉得很什么呀？开心，很开心。还有 William， 你觉得呢？开心。好的，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我激动、我觉得我很 good。 淘宝每次都觉得自己很 good， 然后我觉得很激动。不是 Terry， Terry 也是觉得他很 good。 对呀、啊、然后淘妹觉得很什么激动。好的，我也老是激动。好，你也老是激动。好的，谢谢小伙伴们，我们明天晚上的8点将会有小韩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大声朗读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